美国作家布尔和教育家布拉卡是在8月7号到我国来访问的。今天中午，他们搭机离开台北，前往新加坡。布尔和布拉卡在我国3天的访问期间，拜会了各有关单位。今天上午，他们还拜会了原副总统和参谋总长赖明汤上将。布尔是电影《恶夜追击令》的原作者，他另外的2部著作《龙门饭店》和《第一支队》也都是在拍摄电影之中。